亚马逊绿天然奢侈餐桌，直径1.5米，转盘90，加后边4公分，不是顶级的买不起，而是像这个品相的板面更有性价比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一块板面是用于做玄关，在亚马逊绿里边这个品相也算是可以的。还有这个玄关台台面用的也是亚马逊绿，旁边手工做了磨边，像这样子一套大自然的产物，无论放在哪个空间都能瞬间让你身临其境感受到大自然的美。我是清姐，为了搭配落地，我竭尽只要一片天然奢侈做住户玄关，怎么设计？今天我来教你啊！百达翡翠天然奢侈，黄金海岸，天山暮雪，潘多拉，天山暮雪，梨花飘雪，天山暮雪，丹霞似锦，孔雀开屏，黄金海岸。我是清姐，可以上门量尺，设计包加工落定。